好不好，谢谢大家哈，平时你们说二国家西红柿种的哈，今天我带你们看一下我朋友家李子那才是真正的哈。来到果园里面，今天我起码吃了20个吧，一个贼80，二个贼80的板，三个贼安静的很。二嫂这段时间老是说吃饭没胃口的不舒服，专门来看他的李子回去。这一会儿就再买一篮篮了，也摘得差不多回去了。看二嫂喜不喜欢吃，如果二嫂喜欢吃，改天把二嫂带到一路来，他肯定才高兴。还有在我们视频前的伙伴些，如果你们喜欢采摘李子的，跟二哥说一声，二哥带你们体验采摘李子的乐趣。贝儿妹，你再回家啊？咋子？你看，仙人板没过，我这李子怕掐不得哟。你啥好嘛？看到这个口水都来了呀。啊不算了。拉上李子如果来，你咋就来这干活？你来看。哎，我是来寻找个李子，看的。看的，看的可是。好，让你洗过去。你今晚人不舒服，我也带个鸭子啥都要得帮忙。是不是你想巧？弄点子整点烧起又开胃。啊，我还装点。那你就弄点烧噻。装嘛。是喊你自己喂去，莫多你杀了我，我还懒得喂，去抓一张嘛。来。来。鸭子。嗯。鸭子肉好吃不？鸭子肉好吃。鸭子肉都不好吃，什么肉都好吃。谁说看到鸭子把鸭子抓过来？你让着把鸭子杀了吧，那么大的鱼回来了，弄了回来弄嘛。我水都烧开了，把鸭子烫起我就弄起来。这么大个鱼在屋里才弄嘛？真干巴的嘛，多事，看你烫胃嘛，烫胃了都不得去卷。打一巴掌在鸭子，大家伙真是听着动。鸭姐好嗨，听说鸭姐一天过得很幸福。鸭姐，你是不是比我过得幸福？那是俺个家才幸福。那你们？今天二嫂有点没油，我今天晚上炒这个鸭子就不放油，将就它。师傅，鸭子好了。鸭子好了，今天帮他蒸一下嘛，你在喂啥子？你帮我吧。鸭子，妹妹，这回去吃饭喽。鸭子，来，给你二哥端点菜过去，快点。快点，我还是上一块的。妈说鸭子烫了，就是饿的吧，鸭子。就是你们鸭子聪明噻。就是。还不晓得包的哈。你看嘛，如何嘛？早就炒过来，给俺喂的好多嘛，我都刚喂着的。来，这个鸭腿腿给你。妈呀，我不要大鱼，这个鸭腿腿。因为炖起来过，跟老汉儿去了，只要给你留一个，特殊情况特殊照顾。哎呀，硬是的，你辛苦了，你干。你是女人了嘛？好稀奇啊！要特殊对待噻，宝贝儿些，你们说是不是？